说吧，你让我变什么？变成美人鱼吧。今天我要帮我的一个粉丝完成他的心愿。Hello， 月月，你说吧，你的心愿是什么？我想看您拍个变装视频。又变装了？不是，我听这个说吧，我有点害怕。我又不是孙悟空，会七十二变。咱们换一个吧，行不行？换一个都行。啊，姐。今天是月月生日，你就满足他这个小心愿吧。他是你的呀，多年的粉丝。对呀、那行吧，先赢了我再说。好，没问题。今天你们要在点名后可为什么呀？没事，人家过生日，咱再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左下角游戏都已经达到等级了，咱们答应我的苹果14 Pro Max 是真的送吗？左下角要发货的手机都准备好了，还能骗你啊？对，真的？啥游戏还能领手机啊？就我左下角游戏啊，现在下载上线关机升级就能领14 Pro Max， 而且人人都可以参与呢。我去，真的吗？当然真的了，你看我游戏群里的好友都领到了。啊，那是不是只有粉丝才能领呢？不是啊，只要是看到我的视频都能领，从我视频的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升级就能领了。对了，要记得选黑悟空啊，能加速升级，很快就能拿14 Pro Max。 哦，那我现在就做下。哎，卓小姐，我们也来洗一下跟你洗澡可以吗？那咱一人一根算了。我自己，然后你们一人一根。对啊，对的对的，挺好，真敢想。来吧，去了啊。哇，有点多呀，到你了。这没法打了吧？这咋整啊？看来我还有上手的机会。哎呦，你碰见了。哎呀，弟弟，你这个台球还得练啊。生日愿望又没法实现了。哎呀，这要等到明年了，太难了。行吧，你们赢了，赢了。说吧，你让我变什么？变成美人鱼吧。什么样美人鱼啊？就他那样的美人鱼啊。